哎，欢迎杨子，Hello，又见面了。对，来，最近应该很忙，对不对？来，先跟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打个招呼，好不好？Hello，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杨子。好，欢迎杨子来到妮维雅的直播间，因为经常来做客妮维雅，对不对？对，今天穿的好仙哦，这一身造型，对不对？是。最近应该蛮辛苦的，因为在拍戏，对不对？对，在进组前的训练，每训天，练啊，所以现在是不能透露，对不对？是，是我也不知道，可以吗？好吧，人那我家们就问不，我能不能透露拍什么，没有人啊，好，那就不说了，好不好？但是我们期待这部剧的到来，好不好？反正拍你个电影，真的很实在，一般人说，哎，我就不说了，对不对？杨子还是好，我听到了有人，好，我们期待这部剧的到来。那最近其实，拍戏应该蛮辛苦的。所以就是我知道演员们在拍戏的时候都有自己的一些护肤心得，所以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最近在拍戏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护肤心得吗？最近拍戏，因为其实青岛还挺潮湿的嘛，是，所以其实在补水方面比北京就会好很多。对，但是我还是希望身体是有一个，就是每天洗完澡以后必须要擦那个身油，体身乳，体油，对，身体对，乳，可以擦两种，差不对，多。好，今天我们就提到了我们的两种，就是三款，好不好？我跟各位说一下，其实我们到了其实补水的一个季节，除了脸部的护理，我觉得身体真的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今天就围绕这个主题，我们也说了，今天其实是盲盒。哎，平时喜欢抽盲盒吗？盲盒其实我自己不是太懂这些，但是，有时在录节目啊或者直播就有抽过，有抽过，对不对对？对，因为其实你们应该有的时候太忙了，拍戏就很少有时间出去抽盲盒，所以今天在现场我们也会给大家，杨子会给大家来抽盲盒，并且送出很多的福利，好不好？好，但这个盲盒其实你要完成任务，好不好？好解锁任务才可以去挑战，可以吗？，OK，这个没没问有题，任何问题，好不好。好？我先说一下今天我们的盲盒，好不好？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盲盒的一个，总共我跟大家看到我手上有一个 iPad，大家可以看到有四个盲盒。杨子也可以看到有四个盲盒，对不对？这四个盲盒呢，每一个盲盒对应一个挑战的任务，完成任务即可触发我们的一个惊喜的福利送给大家。同时呢，小紫也会获得一个数字的密钥。当这四个盲盒任务全部完成的时候，我们将触发终极的福利。所以这个福利其实蛮丰富的。好，对，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不好？好这个的，挑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不对？可以。好。跟大家强调一下，是因为刚刚我们妮维雅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今天一定要多发福利，是因为杨子的到来。因为本来双十一我们的福利已经很多了，但是因为你的到来，我们还要再给所有的粉丝宝宝发福利。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观看人数现在是已经差不多6000多，6000、7000了。所以我们到20000的时候，我们会发个红包雨给到大家，所以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好不好？因为立刻我们会送出各种的福利给到各位。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请小紫先来选择第一个盲盒，看是什么样的挑战，好不好？好，来，四个，你选一个，好不我好？选点吗？直你接，随便点四好，个。好，我们选了第二个啊，就是从左倒数第二个。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任务的挑战是妮维雅双管身体精华机密 CP 对碰这样的一个任务，跟大家说一下。这一款，我们说到这个任务啊，我先把这个手机iPad 放下，因为这一款真的精华是卖到爆的这一款，来，你应该有用过吧？我用过，对，对。这一款，对，真的是卖到爆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是妮维雅首创的，就是内外双管的一个身体精华，是的，对吧？就对，是我们以前用那个身体乳的时候，就是一管，对，一管，对，对，这个你用完，说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感受，好不好？这其实是大家看透明的这个是一种，然后里面还有一种，所以它是双管齐下的这么对，一个效果，是的，对，其实我今天自己有试用，我觉得真的好好用。就对，是你知道吗？男生用身体乳的时候，我就很怕很油很腻，然后再加冬天如果再穿个秋裤的话，会粘上。但他们这个我今天用的时候很水润，对对对，非常非常水而润。且很香，这对里面，对，就女生很在乎这个香味的。对然后对跟大对，家说一下，质地也是非常轻盈的，然后不油腻。所以它可以改善我们很多的问题，包括我们一会儿我跟你说这一款杨紫手上拿的这一款真的很厉害，很多人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像我本人也会遇到就是鸡皮问题，对，对，真的到了夏天你知道吗？就是我改善鸡皮改善了20年，我终于找到福音了，对，这款是很好，就是比如你胳膊对，呀、后背有那种小包，就是可以是，去掉。好。看杨紫对这个身体乳是非常非常了解，所以这个任务我觉得对你来说真的不难，我对不觉得对？应该没有问题。好，来，我们看到我们后台后面有 Kitty 板，对不对？
我们先说一下，其实我们刚才也说了双管齐下，嗯，这一款是双管齐下的，所以它外边有一股有一个基底液，大家可以看到白色透明状的是我们的基底液，嗯，然后里边是我们的美容液，嗯，我们先来说基底液好不好？杨子来说一下基底液，你来选择它的成分、嗯、好不好？基底液的成分就是眉管里面的基底液吗？对，最外边的一个基底液。好，来、嗯、我们来选择一下好不好？海棠，海藻糖，海藻糖对吗？应该是吧，应该是，还有大小分子的这个玻尿酸，这个肯定会有啊。然后接下来这个吧，维 B 五，对对，维 B 五 ，B 五，应该是对的。海藻糖、大小分子玻尿酸跟维 B 五，我觉得直播间的宝宝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好不好？你们也可以给我回答一下，杨子的回答就是贴的这个答案是不是对的？来，我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没有任何问题，哇、wow, 对不对？对，你们来点掌声好不好？大家就今天晚上真的不是很兴奋，对不对？因为都累了，我也累了，累了累了。但是我觉得今天的状态还是很美很鲜的，对不对？今天来到我们妮维雅，我觉得它的香味会唤醒我们，激发我们的能量，对不对？然后其实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我们的海藻糖、大分子玻尿酸、补水的，加我们的维 B 五。好，接下来我们来说，慢慢加点难度了，好不好？好啊。第一个。是我们的丝滑，就是您手上拿到的这个、嗯、我刚才说了这个去鸡皮是最好用的、嗯、好，我们的双管齐下、嗯、好吗？那么丝滑隐润的双管身体精华，所以接下来我们来选择啊、哦、其实这个是导演为难你乱贴的 嗯, 嗯，所以接下来你来贴一下美容液里边，你觉得它的成分是什么？这一款，第一款是吧，丝滑，对不对？我觉得丝滑应该是神经酰胺，神经酰胺有，然后果酸，果酸，这个第一个应该没有，没有，对不对？对。好，所以杨子选择第一个是第二代的果酸，对，加一个神经酰胺，对，恭喜你回答正确。我们知道第二代果酸，因为跟第一代相比，它更加稳定一点、嗯嗯嗯。然后说到这个，其实真的很好，因为它的成分大家也了解了，神经酰胺是很多大牌会用到的一个成分档、嗯嗯。然后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今天下午在这个过来的时候，我也有试用、嗯，这个真的，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你看，就是一个透明质地，而且它擦上之后真的，我跟你说很水润。嗯，对，很水，它主要很香，淡淡的一个香味在。对对，最关键的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鸡皮，这是困扰了所有人的一个问题。我20年的鸡皮到现在没有解决过，啊、我夏天是不敢穿那个无袖的。因为夏天很多男生要打球啊什么的，穿无袖背心嘛，我是不敢穿的，我的鸡皮非常非常严重。那你就用妮维雅，我经常别人说我有皮肤病，你知道吗？不会不会，对，所以我找到福音了，对不对？对，终于找到福音了。所以有鸡皮的朋友一定要选择这一款，真的非常棒。你在护肤呵护自己身体的同时，还能去消除你的鸡皮，好不好？所以杨子回答是正确的，恭喜。OK， 来，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的焕亮款。焕亮在，你觉得在这个季节焕亮重要吗？我觉得都重要吧，反正对于我来说，保湿啊、焕亮啊、嗯，或者说润滑都很重要。你平时自己有什么焕亮肌肤的方式吗？比如说，有时候你们拍戏应该会熬夜、嗯，对，熬夜第二天的肤色会比较暗沉。对，你有没有急救的小妙招？其实我就是会第二天睡早一点，然后用护肤品多一些，这样来就是急救。就是睡眠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对，跟提醒大家，就是你用护肤品的同时，一定要保证你的睡眠，因为这是最根本的、最基础的东西。好，我们来看一下。但是如果睡眠不足怎么办？就用我们的焕亮这一款就可以了，对不对、嗯？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美容液的成分，杨子可以选一下。嗯，应该是维 C 吧？维 C 有维 C， 你确定哦？嗯，有确定。你确定啊、哦？95%的维 C 的衍生物、嗯，还有这个甘草。甘草，甘草茶尔酮 A。对，好，来，应该是恭喜你。回答正确。对了，嗯，好，这两款其实维 C 是我们必须要补充的，嗯，因为像我们平时就对肌肤的呵护也是要吃维 C， 你平时会吃维 C 吗？我平时，嗯，有的时候会想起来会吃，对对对，有的时候会很懒想起来就想起来吃，但没有关系，因为有了我们这一款，平时不用吃维 C 了，对对，它就整个让你皮肤焕亮，肌肤焕亮。其实对于女生来说，其实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或者冬天的时候、嗯、其实呵护你的皮肤、嗯、女生要白皙嘛、嗯、一白遮三丑，所以焕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不好？这一款一定要入今天晚上。再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晚上本来我们双十一的价格是已经非常低了，嗯，但是今天我们还会送大家券，
所以一会儿我跟大家揭秘一下，我们送券之后你买的时候是真的全年最划算的时候。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入，好不好？好，来第三个是我们的紧致，那就是这两个 Qten 对吧，跟我们的肌酸，对对对。所以杨子刚才说了，我说你觉得哪个最重要，他说三个都重要，那的确是三个都重要的。因为身体的呵护其实除了最基本的补水之外，我觉得这三个都很重要的，一个是紧致，紧致很重要，一个是我们的亮肤很重要，第三个就说了刚才我们肌肤变得更加的丝滑，对。第二就是如果有这个的问题的话，鸡皮的问题的话，赶紧去解决它，好不好？这三款一定要入，我们再次恭喜杨子，我们第一个挑战成功，你可以按一下这个，好不好？好，挑战成功，看不到这里哦。OK， 好，我们来看揭秘是什么东西，好不好？来，第一个是我们妮维雅双管身体精华10元的优惠券，以及我们杨子特别定制款的蓝管，就在这里了，就这个。我也有，你也有，但是我是去年的。好啊，今年怎么还没？今年没有，没有拿到哈，一会儿直播间拿，好不好？来，这一颗是杨子自己用的，好不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呢，这两个信息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一个是妮维雅的双管的一个10元优惠券，加一个蓝管的这个，好不好？嗯，再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两个福利的信息，好不好？因为最近双十一了，妮维雅天猫旗舰店呢，原本设立了力度超大的一个优惠，嗯，好不好？然后呢，尤其是这款的双管精华，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紫色的双管精华，如果说它真的是全年最低价了，但是你叠加一张10元的券，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优惠的，所以过了今年的双十一，你肯定买不到这样的一个价格了。而且在这个价格上，我们还会为前200名的粉丝下单，再额外加赠一份杨子定制款的这个蓝罐送给大家。但是你们下单的时候一定要备注一个惊喜盲盒页，备注惊喜盲盒页就可以了，好不好？这一款真的是他们买到就赚到了，嗯，对不对？是的，再加上10元的优惠券，还送你的这个蓝罐的这个润肤霜，好不好？来，我跟杨子，我们一起喊个三二一，上个优惠券，好吗？好，三二一，走，三二一，上优惠券，好吗？上优惠券，好，来，接下来我们福利送了，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一个数字密钥，好不好？好，来点一下解锁密钥。好，第一个数字是零，这个线索，你会猜到什么吗？不知道，还不要，后面还有几个数字，不知道。好，第一个的确有点懵哈，我们期待下一个，好不好？好。然后刚刚其实杨子给大家带了很多的福利，所以接下来我们还会来第二轮的挑战，嗯，好不好？继续挑战了，好不好？来，我们看一下第二轮挑战，你选一个，好不好？这个。好，机智解码表情包哦。啊，像你平时跟朋友发信息的时候会，就是微信的时候会聊表情包吗？会聊，但是我都是自己存的那种动图。动图。对。对。我跟你说，我有一次跟别人聊天，加别人微信一直在聊，然后我都是打文字，然后我基本没有表情，我的表情就是那个里边内置的表情，然后这个人说你应该是70年代的人吧。对对，然后我就是为什么？他说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很喜欢解锁表情包。对对。你会把自己的一些头像设置成表情包吗？我自己的有收藏，但是我很少发，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好玩的才会发，嗯，但我的那些都不太好玩，我就没发，因为有太多比我精彩的表情包了。好，我们来期待今天晚上你会给我们送上什么样的表情包哈。好，当然先跟大家说下这一轮的游戏的规则，好不好？好啊，好啊。杨子在猜题的同时，我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也可以一起来竞猜一下。好，现场我们一共会准备四道题目，嗯，第一题跟第二题随机我们抽选两位幸运朋友，第三题跟第四题我们抽选三位幸运朋友，一共是10位朋友，我们会送出精彩的礼物送给大家，嗯，好不好？来，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表情包，第一个，好不好？好，这是四个表情，你先猜一下，好不好？嗯，答案好不好？这是香蕉吗？这是香蕉吗？香蕉。这像月亮吧？它长得又像个香蕉。这是它，这像香蕉吗？你们觉得？像哦，那就是香蕉吧？我怎么看得像月亮啊？月亮应该是蓝色，对不对？第二个是，来，手指头，来，对对对，哦，月，还是你又说第三个是月亮了？越来越火，越来越火，焦来焦火，没有这个词啊？焦香蕉，香蕉，香来香火。也没有这个词，也没有这个词，都是越来越火嘛，越来越火，这是个月亮嘛，对，
所以这是个月亮啊。你那你对你提醒我是月、啊，要不然我一辈子猜不出来。对, 对, 对, 对，相来相火啊啊，越来越越火。其实这个蛮难猜的。越来越火，来来来来。好，来我们看，正式猜了，对不对？这次正式猜了啊。其实这个好像以前有那个。有玩过吗？之前。对，但是就脑子不好忘记了。好，来，嗯，笑来可期。笑来可期。笑来可期，这个肯定是来，对不对？是来吗？可期，未来可期，未来可期。但未怎么、这个、哪有呢？那个字吗？啊？为什么？不像未啊？微笑在没在？哦，是微笑啊！我在想应哦，未来可期，有谐音啊、哦，有谐音在。嗯、OK 啊、哦，这个一定是、嗯、好不好？未来可期。好，好来第三个。我跟你说，越来越难猜了。这个你叫我看到了，可啊，这是可盐可甜，对，是吗？对啊，可盐可甜，这个就是像调味罐一样撒盐的，可盐可甜，这个其实蛮好猜的。是，来我们加大的难度，好不好？来，这个你肯定猜不出来，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猜，好不好？来，我看很多人在互动了，好不好？跟我们一起来猜一下，好不好？二龙车骑水吧，第二个是接的水嘛，二水骑下下，二水骑下。你想想，我给你一些小小的提示，好、啊、跟我们今天这个身体精华是有关系的。双管齐下，耶、yeah, 对了，双管齐下，好不好？来，还有吗？还有一个，第五个，好不好？来，子属属于你，子属于你，只属于你，只属于你。好不好？刚刚我们工作人员也会在抽屏，对不对？我们工作人员刚才抽屏、嗯，每一个我们都会抽屏，好不好？好。刚刚我们在大家在刷屏的时候，我们工作人员已经抽屏了，对不对？嗯。截、嗯、到了吗？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来，只属于你。好，这轮我们随机会抽十位朋友。然后他们都猜到了，嗯，他们猜的比我们还快，好不好？我们送十位朋友，好不好？来，好，我们来看一下哪十位朋友。第一位是徐千云，第二位是 MF189， 有红包在弹，稍等一下，打开一下。来，第三位是 OBD。第四位是 TBN337208， 第五位是 TB8288021284， 接下来是 VVDZX， 第六位是胡雪梅，第七位是 TB9240， 第八位是 TB1143， 第十位是他上能犯否，好不好？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获得了我们的礼物，对不对？你这个是全部截屏十位，对不对？所以红框里的，好不好？好，后面还有两张，来，这三位朋友。双管齐下是 Hey7166， 第二位是 TB782， 双管齐下，第三位是 JCITA， 双管齐下。好，下面是要想想只属于你，最后一个只属于你猜对的朋友，好不好？还有一个是下6928089的朋友，恭喜十位朋友。我跟你说怎么去领取你们的礼物，好不好？来，你们的礼物跟大家说一下，去联系我们的客服拿到我们的礼物，好不好？我们现在要发红包雨了吗？现在是要发红包雨了吗？要发了，对不对？你声音大一点，你声音太小，你发红包雨是很大方的一件事情。你为什么声音太……你看他，对对，就是发红包雨是个非常好的事情，请你大声说出来好不好？接下来我们要发红包雨了，来三二一，发起来好不好？我们的红包雨，那杨子来了，给大家很多的福利，好不好？嗯。来，我们要送出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的礼物是这个，对不对？对不对？好，来，对，你也大声点。我们送礼物也是非常大方的一个事情，对不对？他很谨慎。好，来，我们送出这个精致的一个天猫的精彩盒，有里边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两个精华的身体精华，加一个就是两个身体精华，还有这个杨子的一个照片，好不好？好，这个礼盒就送给大家了，好不好？谢谢各位，好不好？来，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吧，我们直播间分享出去，好不好？再跟大家说一下，里面两支刚刚介绍过了，是我们的双管身体精华，一支去这个鸡皮的，一个是我们的
换量功效的，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直播间了，好不好？刚刚我们也是小助理的截图已经发到了给大家，大家去领取礼物就可以了，好吗？来，接下来我们红包雨也发了，好不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挑战成功之后，来，我们来摁一下挑战成功。因为我在这侧面看不到，哦，在截吗？好，可以了。我还点吗？再点一个。哦，好。好，一，我们的密钥是一，接下来这个数字，一零一。好，接下来还有两个数字，好不好？好，你现在猜不到，对不对？猜不到，十，猜不到，十，好，十全十美也可以，我们继续猜，好不好？好，好，接下来我们来完成第三个，就继续挑战啦。好，我们第三个任务。OK， 好，高质量大片的挑战，我觉得这个对于你来说真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对不对？我其实很不喜欢拍照的。你平时私下不拍照吗？嗯，很少，除非那种我自己拿手机自拍，我觉得比较方便一些。自拍会摆一些什么样的表情？其实我最多是想拍景，然后自己想入画，就露一个脑袋就好了。哦，就这样。对对对，但是会一些很可爱的那种表情吗？不会，还是你平时自己拍照也不爱笑的那种？就这样。那这个一笑也是个大片了，对不对？也没有没有。好，我们知道杨紫，因为他们作为演员来说，其实经常要拍照啊、拍视频、拍广告。其实对于你们来说，我觉得真的是信手拈来，因为镜头感非常强。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画一下重点，就是因为实力派女演员高质量出片大法，就是要自信、要舒展、要养好皮肤，皮肤状态也很好，所以要用我们的妮维雅，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也看到了我们之前，对不对？帮我们拍到的一些照片，是，对对对。这个是双管齐下那位兼修的一个照片，而且我头发还短呢。对，这个是短发的时候。对，这个就很俏皮。是，对，然后还有这个。对对对，这个是什么时候拍的？你还记得吗？这应该是去年。去年的时候。对，然后这个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嗯，所以我你头发长得还蛮快的哎。哦，对，因为我在拍这个时候，应该在拍心理师之前，还长发嘛。嗯。然后心理师剪完拍的这个。这个。然后现在又长长。长长了。对，好 ，OK。好，我们这三个我们就这样吧，就是拍照无废片的一个诀窍，杨紫教给大家，好不好？我们还原这三个状态，好不好？还原一下，好吧？好，你先选第一个，好吧？好，你觉得哪个你会选第一个？都可以，看你们怎么。那就这个吧，这个比较冷一点，好吧？就是傲娇，我就是全世界最傲娇的高贵女人。三二一，走嘞！真的挺傲娇的。对。这种人坐在旁边，我都不敢跟他说话。也没有了，拍照片嘛，没办法。拍照片，好好好，来一个傲娇的表情。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俏皮可爱。我就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女生。哦，哎哎，真的很仙哎，白。你看我们那个弟弟，我真的是不能，我真的不太理解这个掌声整的，你们都可以摆好吗？我又没有表演什么胸口碎大石，这有什么可鼓掌的？第三个我们要加点难度了，好不好？第三个我们要跟我们的这个颈霜加在一起的 ，Qtone 紧致的按摩的颈霜，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品，这个品是我本人真的也非常爱的一个品。好，我们跟他一起来，这个就是全世界我的颈部最好看。来，给个五秒锁定一下，好不好？五、四、三、二、一，真的是我们妮维雅的代言人，不愧啊！这随便摆拍一下，哎，这个有滚珠，对，这个很好。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个我们 Qtone 的一个颈霜，好不好？这个真的好用。是啊，可以按摩。你平时用的时候，你会按哪里？就是都按啊，就是淋巴、淋巴全都按，对。就是我觉得自己想按哪就按哪。嗯，我觉得颈霜真的蛮重要的一件事。我今天说了嘛，女生夏天的掰掰肉你也可以按。对对对 对, 对，腿部瘦腿也可以按。就是如果你需要的话都可以按。对，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颈霜其实对于女生来说，我觉得脖子真的很重要。其实有的时候冬天你比如说穿高领毛衣看不到，夏天的时候你如果露颈部的话，颈部会出卖你的年纪的。对，我的颈纹比我实际年龄大，肯定的。我从小天生最大的就是颈纹，我要不要试试这款颈霜？最近已经入了啊！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 P 照片首先要 P 的就是颈纹，因为我颈纹真的很蛮严重的，有些人天生的，有些人后天的，所以很多女生比如说脸部一直在保养，但是她忘记忽略了颈部。对，你平时会怎样保护颈部？嗯，
首先，其实我颈部就长得天生就比较长，这就是天鹅颈呗。也没有，就是对、嗯。然后，但其实我真的是会，嗯、比如我擦油啊或干嘛，我会、嗯、因为脖子可能太长了，对，我就会带着脖子洗，一起就擦掉了。因为卸妆的时候我也会、嗯，而且就是这样往上、嗯。可能我觉得跟我从小这个习惯也是有关的。关系的，对，对对对。其实女生就天鹅颈是非常好看的。对，你觉得护理你的颈部的时候，你觉得哪个功效是最重要的？就是颈纹，然后还有保湿、嗯。但我是觉得你要光这么擦，其实也没什么用，你还是得配合，就像这种颈霜，你要单独的稍微给它按摩保护一下，你的颈部会更好看。对，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颈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有四个功效跟大家说啊，一个是紧致，一个是焕亮，一个是平滑，嗯、一个是淡化细纹。这四个真的满足了所有的女生、嗯、尤其现在女生因为穿裙子穿衣服一定要美美的天鹅颈，但是皮肤一定要光滑细嫩淡化细纹、嗯、对，这一款就满足了所有人的需要，好不好？是的，真的大家可以入这一款，而且刚才说了这个真的是去淋巴非常非常的好，对，你自己可以按摩淋巴，其实脖子会相对来说瘦很多，对对对，脸也会消肿。对对，好，来，又要发红包雨了吗？还在等啊。好，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一轮的福利盲盒，我们挑战成功了。好，来摁一下，好不好 ？OK。好，我们要送出的是我们妮维雅 Qten 颈霜10元的优惠券，加妮维雅 Qten 颈霜10份送给大家，好不好？我们刚才说了，它的成分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它的成分也是非常厉害。其实添加妮维雅王牌护肤成分是我们的 Qten、嗯、还有左旋肉碱，你知道左旋肉碱、嗯、对吧？很多大牌里面都会有它，以及我们的莲叶的提取物。所以我刚才说了它的功效是满足了所有女生四大功效，再跟大家说一下，紧致焕亮平滑跟淡化细纹，满足了所有女生对颈部呵护的需要、嗯、所以接下来我们送出10瓶 Qten 的颈霜送给大家，所以大家准备好现在可以截图告诉我们，好不好、嗯、我刚刚杨子在拍照的时候大家 一都在看你拍照嘛，所以用一句话来形容杨子拍照的状态，好不好？用一句话来形容杨子拍照的状态，很多说只属于你，你可以看一下，好，很多人朋友在分享，你们可以来说一下你们对杨子刚刚拍照的一个状态的分享，好不好？我们会截取10位朋友送出我们的礼物，好不好？好，杨子好美，好，来，大家可以给大家一点时间，因为这个屏他们刷得太快，嗯，好不好？大家说一下，告诉我们，好不好？看杨子为什么这么美？好，我们来等一下，好不好？来，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截屏，好不好？来，你说好了，我们就开始截啊。你们其实可以拍拍彩虹屁的，真的是可以的，好不好？来，反正都在说只属于你，好，好甜，好美，羡慕极了。好，我们可以开了吗？来，我们等一等，好了吗？5、4、3、2、1，好，好了吗？好，10位朋友，对不对？那个杨子自己来读两个，好不好？好，是读留言吗？上面不是 ，T B 哦，这个是 T B 11783645的朋友，对，第二位是陶管子，管桃 子,、啊、桃子，第三位是 W 7 X 笑语，第四位是白宝带，第五位是 T 15008263196的朋友，第六位是 T B 578456的朋友，第七位是沈殿秋，第八位是喵喵、嗯、第九位是淘宝，第十位 TB1012 的朋友，好不好？好，都在夸杨子好美漂亮，美若天仙，美丽俏佳人，仙子自子自信最美丽。好，这个彩虹屁真的是拍的是名副其实，好不好？恭喜以上10位朋友获得了我们的礼物，好不好？我们的10个颈霜10元的一个10元的优惠券送给大家，包括我们这个10瓶的颈霜也送给大家了，好不好？这个回去好好用，好不好？你的颈部就很像杨子一样，天鹅颈会出现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解锁。啊，我帮你按了，不好意思。没关系，没关系。按出来了。嗯。好，一。一。好，刚刚第一个是零，第二个是一，第三个是一，你能猜到吗？现在，011。我大概猜到了，但是我再看一下。现在不想说，对 对, 对不对？好，还给我们卖个关子。好，来，我们来第四个。我不是我卖关子，是你们卖关子。但是流程上这样说，我也不能说出来。是啦，我们想，我也卖个关子。直播间的粉丝留一点点期待，嗯、对不 对, 对, 对？来，最后一个，请解锁。好，好，美妙子音吉他演绎，好吉他、啊。
我们要想逼他了。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其实我很久都没有谈他了，是这边。Sorry， 没事，我真的有几年了。我上一次还是，好像是给粉丝们谈的5000万福利，我就再也没。今天给我们谈个几万份福利。我就谈两个和弦吧，让大家好好好哥几个，哎，怎么哥几个？大家乐呵乐呵。哎，话筒呢？双十一了，我帮你拿着。话筒在哪？我都不知道我这个和弦还能不能按下去。好好，我不唱歌。来，我们给点掌声。没有歌，没有。只是特别的日子，这么晚的时间有 guitar， 只是蜻蜓点水，就弹几个和弦就好了。就这样吧。掌声，掌声。不，已经很厉害了。很多女生是不会弹吉他的。对。我有小的时候学吉他。学的。对。那现在偶尔会拍戏间隙去弹一弹吗？其实弹吉他是一个放松心情的一件事情。我有的时候会吧，但是我自己都是弹着玩儿。现在我们工作人员稍微把这个吉他给来，工作人员稍微把这个吉他拿一下，好，谢谢你，谢谢。好，其实刚刚弹的一个瞬间，我觉得整个直播间是全场安静，就是沉醉在那个音乐里面，对不对？还好。所以音乐是其实治愈我们心灵的一件事情。对，是。对，你有的时候放松会，比如说弹一下吉他放松一下，或者听听歌吗？会，我就是会听歌吧，因为我觉得歌好像是可以在很多时候，你就比如黑暗的时候，或者你不开心，或者你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歌，对，你的心情会变得更好。音乐是治愈我们内心灵魂的一个深处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像杨子一样，就是劳逸结合，是，好，多听听歌，放松一下，对，包括用我们的身体乳，有这种香味在，伴随着我们，这是非常美好的，这很重要，对，泡泡澡，好吧。听完这么好听的这个演奏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解锁这个挑战已经成功了，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什么福利，好不好？挑战成功，点一下。好，我们要送出的就是杨子的签名照，所以你们要不要？一定是非常想要的，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我们送出的就是杨子的签名照。好，但是呢，我们要说随机截屏三位，我们会送出，好不好？但是大家有一个口令要跟大家说，杨子最美丽。大家可以刷起来了，杨子最美丽这个口令，我们会抽取三位朋友送出我们的签名照，好不好 ？OK， 来，杨子最美丽，杨子最美丽送出我们的签名照，好，来，我们请工作人员小助理过来一下，我们来截屏，好不好？好，我们稍微等一下，好，来，好，已经在刷了，好不好？我们期待一下，究竟哪三位获得我们的签名照？其实签名照，其实大家都想要。但今天实在是直播间只有三张，但没有关系，其实今天有杨子的这个蓝管也会送给大家 的，所以大家赶紧下单。而且再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双十一之间我们优惠是非常多的，但是因为今天我们还送你10元的优惠券，所以呢，今天下个直播间你就买不到这样的一个价格了。我觉得你可以呼吁一下所有的粉丝宝宝，可以来买吗？粉丝宝宝们今天赶紧买吧，因为他说下这个直播间就买不到了。好，来，我们已经截到了，好，三位，这样吧，这三位是就是，送三位的签名照，好，由你来说一下，好吧？第一个是 WJX 笑语，第一个是笑语，对，第二个哇，这名字太长了 ，TB 七，我怎么不用全部念完？7098000030的朋友，对，梦幻，这是什么呀？爱恋，梦幻的爱恋，梦幻的爱恋，哦，好。恭喜三位朋友获得了杨子的签名照，好不好？好。然后你们可以去我们的后台联系客服领取，又送红包雨的，对不对？10万到10万要发红包雨，对不对？好，我们先看一下，已经十万了，我们现在发红包雨，好不好？好。3、2、1，发发，你看这个特别干脆，发。好，感谢大家的支持，好不好？来，我们看一下姐，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解密一下，好不好？我们的密钥，好，6，所以是0116，四个数字，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为什么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数字的参与啊？就是0116，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来猜一猜，杨子觉得的是什么意思呢？那跟我刚刚猜的是一样的，你说1106，我的生日吗？1106，但是我生日还没到，今天是11月。我们又不可能一号，就是11月6号见到你啊，
啊，那你们太不真诚了。我们今天非常真诚，全体人员来到这个直播间，你看看。其实你知道我特别害怕一年过好多个生日，就有提前的延后，就感觉一下子老了好几岁，就过了好几个。来，今天我们妮维雅非常非常的贴心，哦，谢谢，哇，送上了你最喜欢的鲜花，哦，我好开心呀！生日快乐，谢谢，生日快乐。这么早过，有一种好来，为了回馈粉丝热情，还有一，感觉每年要听好。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好的。S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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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开心吗？今天应该蛮小小的惊喜。嗯，是的。我觉得你们俩非常非常贴心，因为你们俩的工作人员今天一早在就说，哎呀，这个蛋糕怎么弄，花，哦，怎么送，谢谢。然后他们真的很细心，这个让我还蛮感动的，因为很早就来到这个直播间在布置，谢谢谢谢，说杨子的生日我们要怎么做，谢谢怎么做，然后就说，哎呀，不能让他怎么，就是很关心你。我觉得妮维雅是非常有爱的一个品牌，是的，所以我们把掌声也送给妮维雅，谢谢，好不好？谢谢妮维雅。好，那接下来大家可以一起刷屏给杨子送生日的祝福，我们会抽取五位幸儿，来，我们请工作人员把花拿一下，好不好？来，工作人员把花拿一下，我们会抽五位朋友，好不好？送出我们的大礼包，就是我们刚刚有说的这三款身体的精华送给大家，来。我们看是哪五位朋友，来，请工作人员截屏一下，好不好？来，工作人员来帮我截屏一下五位，大家已经送祝福了，他被推走了啊，蛋糕推走，推走了，好，哎，已经截到了，好不好？来，我们恭喜这五位朋友，好，嗯 ，T 怎么又是 TB 啊？嗯，今天很多新粉哦 ，TB 什么什么572啊，第二是小屁暖，对，第三位是分雨和，第四位是 TB 4918-7165，第五位是 TB 1482318的朋友，恭喜五位朋友获得了我们的大礼包，恭喜恭喜！接下来还有一轮红包雨，对不对？好，我们直接发吗？杨子喊个链接发出来。好，三二一，停。是三二一发哦，不敢停。三二一发，好，最后的红包又发给大家了，所以大家赶紧去领取到我们直播间下优惠券就可以了。然后双十一真的是我们今天给到了很多的福利，妮维雅是非常有爱的一个品牌，然后今天也是把所有的好东西分享给大家，我们的身体乳、身体精华以及我们的颈部霜，好不好？然后刚才杨子说了，今天因为杨子的到来，我们也送了10元的优惠券，所以真的是全年最低的价格就在我们今天晚上直播间了。所以呢，大家一定去赶紧去购买你所喜欢的东西。嗯，最后我觉得直播间的最后呢，杨子应该有很多话要跟所有直播间里的粉丝去分享一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尤其是提前给你过了一个生日嘛，对对 对， 对，很开心。这个提前生日过的我都非常的开心，感动。对，然后很开心，在这儿跟妮维雅一起度过这美妙的夜晚。然后小伙伴们，希望可以继续支持妮维雅。继续支持我，拍出更好的作品给大家。好的，谢谢，谢谢杨子，也谢谢今天在我们直播间观看所有直播的宝宝们。我们期待下次直播间再见，好不好？好的，好，拜拜，拜拜，谢谢大家，谢谢，下班。